怎么说，兄弟们，以后就这样 OK 吧？每天充个六，就充个五六个小时的分，六个小时的分啊。然后在别的几个小时打打别的游戏，或者英雄联盟带带妹啊，打打低分段，可以吧？怎么男枪中单啊？如果打一天充一天的分，妈的排队这么慢，一点意思都没的。天君，排队会磨灭激情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排这么久，我就会享受着看剧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对，排队久就算了，还他妈一直输，一直输算就算了，还是把把被翻盘的那种。这谁顶得住？你感觉不到痛苦。什么？这有什么情况？没有人就结束了。我操，兄弟们，我一个人。不注意，队友已经死了五次了。哎，派克来了呀！
先杀肉就好了。哎，先刚先用个表，可能能操作啊，是不？这人有水银，不能阿卡莎了，现在把前排我们给弄拿了走了。哎呀，这波太蠢了，我们没有在这里没有留眼，泰哥把眼给排了。其实打中一个瞎子区就够了，我觉得。哇，这波好蠢，我们都没有意识到，真的太蠢了。我当看到克烈的 TP， 我才意识到他们会大龙。哎呦！能不能吸吗？我有杀漏的，我来卖待会儿啊，待会儿我来卖。哇，好爽，兄弟们，要是这把赢了真的好爽。我不要冲上去，他们秒不了炼金的话，让炼金背一个过来杀一个，背一个过来杀一个，很好打的这样。我操！他死了。你阻挡不了雪崩。我操！厉害，来！
兄弟们，用你们，你们摸着良心说话，这把谁开瑞？我跟你们说，这把 MVP 不是我的，都说不过去啊。